好欢迎参加城会社区教会网台的主日崇拜，无论你是芝加哥的、北美的、东南亚或者世界各地的。很多时候呢，在崇拜之前的 Live Chat 那里呢，芝加哥城会的弟兄姊妹呢很喜欢跟各地的网友彼此交流一下当地的天气，一比之下呢就发觉某些地方天朗气清的时候呢，可能另外一些地方是阴云密布的。讲起上来都可以比喻我们的人生啊。讲到天气，你知不知道一年里面哪一日是日光最长的一日？就是刚刚过了去的6月21日，即是星期一那一日。刚在芝加哥这里，前一晚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龙卷风，但是过了之后第二日天气又非常之好。天气非常之好，又是最长的一日，只可惜并不是我们人生时时有的景象。相反，很多时候在人生里面天朗气清的日子很快又阴云密布了。同样圣经也都直言地告诉我们，因着罪，人世间可能有很多阴霾密布的日子，人生就好像走在旷野那里非常之艰难。不过也都在艰难的日子，又是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神恩典同在的日子。讲到这里，我特别代表教牧同工向你推介教会的7月的灵修，主题是在旷野与我们同行。其中我们会专注思想旧约圣经民数记这卷书的，其中记载到当日神的子民走在旷野里面，他们的生活纵然是极尽艰辛，但是又更加体会到神恩典的大能，也都体会到很多信心的功课。我深信这些灵修文章在人生旷野行走的你，一定是有很大的启迪和激励的。这些新一个月的灵修会由礼拜一到礼拜六 post 在教会的社交群组和 Facebook 专页上面，鼓励你每日阅读、思想、祷告。信仰并不是单单的理论，而是每日的体会到神的同在和同行。为我们受苦受死以至到复活的主是教会的主，让我们真诚回报，以爱还爱。尽管我们的爱是几个渺小，只要忠诚在神眼里面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就让我们以金钱来到表示我们对基督忠诚的爱。你可以选择方便快捷的网上奉献方法 PayPal、 Sell、 Venmo， 无论是哪一个都是使用同一个电邮，就是 ar@urbanvoicechurch.com。 你也可以选择用支票奉献的，你现在就可以在支票抬头上面写 Urban Voice Community Church， 之后请你将支票寄去3520 South Morgan Apartment 102 Chicago IL 60609。有一件事大家都很期待，但是我过去两个礼拜似乎都没有提过的，就是有关教会几时开始实体和网上的主日崇拜呢？今天的崇拜大家都看到，我们并没有停下来，没有尝试的，只不过是未完全实现。不过就快的了，请稍再忍耐等一下，你就会等到的了。总之在这些日子， Mark Sir 和技术团队真的很努力。有图片有真相，不如给大家看看两张最新的图片吧。看到吗？一张新的影音控制台。说起上来，这张台是由一间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团队特别和免费为 UV 度身订造的。其实在疫情未发生之前已经做好，但是无奈因为疫情，上个礼拜才送到来 UV。在这里我们衷心感谢这间教会爱心的付出，更加感谢背后祝福教会的主。又看到这张吗？是的，台已经搬入 Studio Room， 而 UV 的技术团队正是新水新行地在这里搭建，运用很多心思和技术，期望建起一间有效好用的影音制作室。不如让我们一起说声 Mark Sir 和技术团队，你们辛苦了，加油啊。至于教会几时恢复实体崇拜，及时时候满足，我一定给大家最新鲜的 update 的。大家都知道，城会网上进修课程正在是有两班进行的，
求主祝福教的和受教的都大大得到祝福。第一班是萬陽遠征博士讲授的《家有少年时如何教养少年仔女》，这个课程是用粤语教授的，内容专注帮助家长你更加认识少年子女各方面的需要，调整关系界线和促进和仔女的沟通。第二就是李浩然牧师教授的《西美原文》，帮助你找住基础希伯来文，已经开课了。总之想知道这些课程的详情，或者是想知道未来有什么课程呢，都请你去到 urbanvoicechurch.com/class。 中文崇拜完了之后，即刻就是活泼吸引内容丰富的儿童故事和儿童崇拜，鼓励家长你坚持住将小朋友带到荧幕前，从小让他们学习圣经，认识他们生命的主。跟住11:30是英文崇拜，其中有诗歌敬拜，更加有 Pastor Sam Johnson 继续他的登山宝训讲道系列。中文崇拜完了之后，11:20亦都有欢乐组合的聚会。今天是信仰专题，探讨灵命滋养和成长的两种途径。而礼拜三晚8:00是我们彼此聆听同心呼求的全教会祈祷会，欢迎你来到和我们一起同心祈祷。礼拜五晚7:30有即清团契，而今个礼拜五晚8:00有自家姊妹船团契。最近呢只大船上面咧开始搭建几只小船，让姊妹你哋可以喺其中咧更加经历到真理同埋爱嘅成长。欢迎更多嘅姊妹你嚟到参加。今天 Mark Sir 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他会开始一个博物馆讲道系列，藉着访游芝加哥的近东博物馆，从观看里面的大大小小文物，认识圣经背后的世界。我们都很兴奋，现在将时间交给他。